Hello， 大家好呀，猪猪又和大家见面咯。今天猪猪转战到了台北，我现在就在台北蔡英文竞选总部的附近，让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有些什么新鲜事情发生吧。Let's go！漫长的等待呢，选举的最终结果已经出炉啦，那就是民进党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小英总统也继续成功连任。那么我们在现场呢，也随机采访了几位民众，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心里对此次的选举是有什么看法吧。感想哦，就是一开始是很紧张啊，然后我觉得这个结果就代表，我觉得台湾人在这个时间点已经就是做出决定了，就是随着时代的推进，然后就是越年轻的世代开始知道说他们希望台湾的走向，所以我觉得这是台湾人民做出一个选择。对啊，然后就是我，可是我觉得不管，因为其实选举过程就是两个族群互相攻击，可是选举完这两个族群还是要，毕竟我们都是台湾人，所以我觉得台湾是不容许就是因为选举任何分裂。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要以台湾人或是中华民国人为一个共同体去努力。对，我觉得非常开心，很开心，投对人了，真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用选票，就是来决定一场，来决定见证。